实现启动机自动跟随钓鱼运行，即使操作软、视力器很小的女员工，也能方便地运用此操作功能，达到方便钓鱼的作用。请注意避重。在正常作业中，钓鱼轨迹是直线时最合理，但是在运行路径上，如果有较大的设备或是危险作业区。